卖一个竹笋要多久时间呢？接下来眼睛不要眨哦，这是彰化一名卖竹笋卖了8年的剥笋哥，他只要3秒钟就能剥笋。这样剥，切，转，切，再转，剥笋卖笋，从剥壳到装袋只有3秒钟时间。他会嫌客人皮夹里的银两都还来不及掏出来，剥笋哥早就完成所有动作，等客人付钱。好，100元。这双手就像电动手臂，竹笋一转，外壳一脱，笋子剥好了，一个两个，动作完全不打结。这么近的，他规则自己。好啊，还没几秒钟就好了。很快，他剥得很快。先来得及拿吗？好像来不及拿的感觉耶。彰化园林这名剥笋哥，卖笋子卖了8年，练成这等功力，从下刀就有诀窍，算准角度去头，左手在顺势一转，壳掉了到装袋，3秒钟完成。3秒剥笋剥这么快，那么一般人呢？我们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剥成这样。这里轻一点，然后这里重一点，然后这样一下一刀就开了。快手老板还有他一台金布拉提，一眨眼装进袋子里只花6秒钟。高雄的王老板也很快，10秒削凤梨，红到对岸去。卖水果的，卖鱼的，卖笋子的，抢客抢时间，就是不让客人为了商品多等1秒钟。看看这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的快手，真的好快呀！郑晨、孟辉，彰化报道。